也是我最好的礼物呀。你看好棒啊，豆豆，可以边走边唱歌了。你要唱什么歌呀？就是母亲节送给你的歌，歌是一人一句。哦，对了，母亲节马上就要六一儿童节了，宝贝儿，你想要什么礼物呀？不要，我都没送给妈妈的礼物。我觉得你好搞笑哦。儿童节是你的节日哟，宝贝儿，妈妈给你送礼物好不好？母亲节也是你自己的节日啊。那天我问了你想要什么，你说不要，我自己做也不行，我该怎么办呀，妈妈？你不是给我画了一幅画吗？妈妈收到了呀。但是，我还想送给妈妈一个小礼物呀。你就是妈妈最好的礼物呀。妈妈也是我最好的礼物呀。妈呀！你这个思维太厉害了吧。礼物还是要的，因为这是你的节日，宝贝儿。那你不说，妈妈就自己准备了哟。走吧，我们去训练吧。嗯，这小家伙不得了。能上去吗，自己？试一试吗？好的，妈妈在后面，不要怕啊。你看妈妈摸你，嗯，走，不怕。哎，对，上去了吧，走，走康复去喽。这个还没，就是我们回家的时候都知道了。对呀，走吧。